大家好，我是大马正哥，现在在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今天我来带大家来到吉隆坡附近雪兰莪万金的中国熊熊中国超市来看一下。这个地方是靠近在万金工业区的商铺，这附近有几家中国的大型工厂，中国人比较多。然后这个附近还有一个万金镇和任家龙的一个幸福华人新村，也居住了很多本地的一些华人。所以我们这边来看一下这边的中国超市，熊熊超市 Panda Panda Mart。 听到的零食的话，我们主要在这个区域看一下，这有这个面包，法式的面包，盼盼达利园的，有好多种口味的，原味的，什么香蕉味的，奶味的，还有这个派，蛋黄派，草莓派，还有巧克力派，等等，这些都是我们新到的一些产品。然后还有这些藕粉的话，有袋装盒装的藕粉，有这个桂花莲藕的桂花藕粉呢，玫瑰红枣，很多都是很受欢迎。然后我们还有这边到了一些这个小乌鸦的品牌，小乌鸦是湖北荆州的一个很有名的，湖北的很有名的一个做卤味的品牌，它的鸭，有鸭舌、鸭掌、凤爪，都是不错的。花生，麻辣花生、香酥花生这系列，锅巴，这都是新到的一个几个，辣条，还有我们这边的泡椒的凤爪、笋尖、三椒笋尖，这个板栗，甜板栗，甘甜的板栗仁，这个脆笋，零食，还有这个飘零大叔这个品系列的，这有很多，像麻辣爆肚啊、曲酒烤香肠、手撕的各种肉排系列的口味，有麻辣小龙虾味的、原味的和香辣味的、五香味和香辣味的。花生我们有很多种，增加了很多品种，看一下花生的话，像南乳花生、香花生，还有这带壳的，带壳的有原味啊，有那个原味的和那个五香味、蒜香味、奶香味都有，还有白玉咸的那种干的干花生，然后我们的这个瓜子的话，我们新到了，就像我们鹦鹉世家的原味瓜子，这个是之前断货断了很久，特别有很多本地朋友非常喜欢，大包原味的卖的不错，还有这个恰恰的，各种口味都有。我们还到了新到的这些魔芋爽，这之前断货断了有一两个月，魔芋爽看一下，麻辣香辣的和酸辣的，还有这个小鱼，风味小鱼有好多种口味，鱼米之乡的风味小鱼，这个有这个多劲辣的山椒味的，还有酱汁的，还有这边这个盐津铺子的这个糖醋味的小鱼，盐焗的，都有，麻辣，还有臭豆腐。这些都是卖的不错的。我看一下这边的新到了，还有这边哪些零食？看一下，这些鸭翅啊、鸭脖呀、这些都有，鸭掌啊、鸭小腿、牛肉丁，都是很畅销的。包括这些，你看下面也还有榨菜。然后我们这边还有到新到了麻辣牛肉，这是属于四川的那种麻辣味的。有这种好几种吧，有那个微辣的，有爆辣、劲辣的，这种根据自己口味进行选择。还有这个小飞鱼，像香酥鱼啊，小鱼仔，牛板筋的烧烤味的和香辣味的。螺蛳粉的话有很多种口味，你看一下螺蛳粉的话，你看一下，有这个臭宝的，这个味道很浓很重的，这个喜欢吃浓的味道重的可以尝试一下臭宝的。然后传统的像螺霸王和那个好欢螺的品牌，都有好几个系列。螺霸王还有这个番茄味和麻辣味的，也是卖的不错的。好欢螺的这个黄色的和紫色的一个样子，都是卖的挺好的。还有看我们还有这个飘零大叔的，还有这个鸭脖、鸭翅和锁骨，看这个还有这个旋风船，很多蛋卤蛋。卖的不错，那还有一些是豆干呢，这些豆干有，酱汁的、麻辣的、原味的，
还有肉辣剁椒的，口味很多。还有这个元气豆豆腐，元气豆腐它有这个香辣味的，酱汁味的。新到的货，河南烩面，很多河南的朋友他们很喜欢吃，羊肉烩面、牛肉烩面、牛肉味的都有。